你最喜欢地球的哪一部分？我最喜欢太阳，然后还有它孕育的一切生命。那你想对地球说些什么？我想要对它说辛苦你了。你觉得地球最想对人类说的话是什么？给我一颗退烧药吧。你平常会做什么事情爱地球？骑单车通勤，或是做好垃圾分类。你会建议大家如何爱地球？平常去海边玩水或是游泳的时候，可以尽量少用那些会有害海洋物质或是生物的防晒乳。然后平常也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去做通勤，或是多骑单车。一件好事救地球，我是单车时代的 Winnie， 我与 Discovery 一起为地球伸援。